天飘着细雨，雪龙慈济志工撑伞迎接前来参与岁末祝福的民众，爱心竹筒回娘家，平日里储蓄的点滴零钱也能行大善，做好事啊，多多少少不要紧啦，有这个心啊。铜板化作爱心，全球慈济大藏经见证各国善的印记，苍苍雪白地，菩萨利用走向大山。1996年初，慈济进行发放。凡是有灾难的，他们都是跑在最前线。希望大家能够幸福感恩啊，知道我们世界上这样多有困难的人，我们也要大家共同来一起参与这个活动，来一起来帮助全世界的人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活多久，而是在于你在人间做了多少好事。岁末祝福民众最期待的时刻是接受证严法师的祝福。我拿到上人的给的红包，我当它是家传之宝，我放在我佛桌的抽屉里，喜欢就拿出来看。今年在吉隆坡静思堂举办的岁末祝福共有11个场次，预计会有15000人参与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